平口台食品呢，告诉吃保全，人工其实平口台的投入支付，其用空间来做主题，发挥的利用微生物发酵的专长，研发出加工化妆品、调味料、空间食品，还有机能性饮料同清洁用品一案多的产品，得到为教育部投入的国家产学台市场。这个桌上看起来应该有四十几种。但是其实产品还有很多没出来。台风镇是台平口台上是扮演的研究成果，除了全台湾第一间无添加化学成分的博洋特油以外，木瓜酵素洗面粉、味素、麦碱、七吞咖啡豆，还有用全豆来做的，还做得保存二十八年的厚实反透润豆腐。对人体有益的白藜芦醇，跟对人体有益的纤维，跟一些所谓的有益的成分，都在皮跟纤维上面、渣上面。麦的麸皮，下去用细菌做发酵。吃保全特长的原因是利用微生物发酵的专长，做出健康食品同机能性的饮料。比如讲，利用太冲头汁来退水，再搭配现存的芋头味，酿造出太冲头豆油。炸汁以后的太冲头渣，还做得研发出健康天然的太冲头拌面。剩下的渣原本是当做废弃物，那我们是把渣拿来当开发利用，提升它的附加价值。眼观四面八方，吃遍东西南北，你就可以吃到很多的东西。吃完之后，你回来，你做食品加工人，你做食品科学人，要怎么去把它保存下来？这你该学术界该尽的责任。学家表示，吃保全酵素以农业做基础，研发多种的产品，深化合作为农业加持，得到教育部提的国家产学台市场，还可协助农民解决产销问题，增加收益。得到提的国家产学台时，是好多无法讲。下届新闻，潘胜峰频道报道。